如果小朋友自装费，如果有出国的话，一个月都50万起跳。我儿子就买40几万。你儿子几岁？4岁。四岁要穿什么？迪奥开始走到 Gucci， 再走到 Fendi， 然后还要泳衣，还要泳衣啦！你敢是我女儿的吗？对啊，是我女儿的。板妹一定疯狂到爆炸，对，她每天都疯到爆炸。我就先讲我等下就先跑了，被网友炮轰。我们先讲一个月小朋友的自装费，对孩子的自装费。我真的很夸张，我如果小朋友自装费，如果有出国的话，一个月都50万起跳。50万？对，你说一个小孩50万还是？我可以买我儿子就买40几万，这有点夸张。你儿子几岁？4岁。四岁要穿什么？4岁超好买的。怎样的品相？就比如说鞋子。你在那个 shopping mall 嘛，你就会从迪奥开始走到 Gucci， 再走到 Fendi， 然后再走到那个马萨奇，就一直买一直买。马萨奇有出4岁儿童的衣服？有，还有出 baby 的，还有泳衣，马萨奇还有泳衣啊，而且穿3岁，性感，对啊，性感是我女儿的吗？对啊，是我女儿的。我跟你讲，他还有夸张，对，他还有连身，我可以当你们小孩，他还有连身的，你看，他有连身的。可是小孩穿那，你不觉得很诡异吗？不是啊，我老公不给他穿这个，但我你也不给他戴那个大的金色耳环，没有啦，那不行啊。但是，但我有买一个辣妹风连身的，我觉得叫勾足耶。哎，我可以知道那个马萨奇的那个泳衣要小朋友都要多少钱？这个不贵，这个其实真的不贵，没有啦，你买比较贵啊，真的。对，因为我这个刚好在Outlet挖到的，Outlet挖到的，对，然后这个还好，这一套好像2000多，哎，可以，2000多是不是便宜？2000多我觉得可以啊，而且就是让妈妈看得开心嘛，就算真的没有穿放着，我都觉得好够足。对啊，然后这个就也是啊，这个也是2000多，什么好疗愈？很疗愈，2000多可以买吧？我买这个也疗愈。你猜这只多少钱？这是迪奥的，这是迪奥的。你摸这只迪奥的，对，而且只有童装才有，就迪奥的童装精品。你是买给哪个小孩？就是找一个借口买给小孩，3个一人一个吗？对，一人一个多少？12000。迪奥哎，我猜迪奥，他刚跟我讲跟一个包一样贵，36000，他8万多。他说他把要买大只的，大只要15万，对。然后你们家生了小孩一人一只，真的很可爱啊。他是需要吃饲料是不是？他这个钱买真的都可以买好几只了，哇！可是他真的很好摸，对，没错，很好摸。可是他有功能吗？没有功能，疗愈功能。他会不会跟小孩对话？没有。哦，你知道有一些讲完他会 repeat， 对，那是假的，没有。他们拿到这个跟拿到一只皮卡丘，哪个比较兴奋？跟夜市色的他们都是一样高兴的。对啊，所以你干嘛买这个啊？没有，我就是妈妈自己很喜欢，然后就想，所以最后变成是你自己在抱，是不是？就变成我的装饰品。就觉得很可爱，有用就好了啦。对啦，有用到就好了。有在说服我，对啊，最怕是你买了没有。